儿子，生死由命，别过来，快跑啊！爹，你骗我！四福物与门的人，这里已被我设下暗障，他们跑不出去。这小子，他会来找我的。老大，老大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是雾影门的人。
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我知道了。周彤是吧？我们发现你体内有我们雾隐门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我们称之为甲，应该是我们的老前辈在临死之前传给你的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：其一，立刻就去找你的仇人为父报仇，门就在那儿，没人拦你；其二，由我们几个人传授你奇门法术，待你学成之日，就是你进雾隐门之时。到时我们自会按照门规除掉那些人，你自己选吧。好，我选第二条。我们四个现在就是你的入门师傅，叫师傅。师傅。叫四遍。师傅。师傅。